们小心。欢迎，来，请坐。没想到你有自己准备便当的习惯啊！我还特别叫别人多准备了一份，没关系，可以搭着吃，多一点选择。我还帮你准备了咖啡。中午工作呢，就是要好好的吃个饭，放松一下。这样子才能补充下午所需的体力。我吃饱了，东西拿来。我都还没准备好就吃完了，不怕消化不良吗？法国人吃饭一顿都要三四个小时，你不到三分钟就把便当吃完了，会没有朋友的。我说过不需要朋友，还有我没有时间听你废话，东西拿来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？不可能！如果不是朋友的话，我捡到东西应该送到警察局才是。我警告你哦，东西拿来帮我告你，项链还来！不要动手动脚的。你快点还来啊！这又不能证明是你的东西。神经病啊你！项链，你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跟你道歉。你以为道歉就可以解决一切吗？总监，这份文件。
人生中充满各种意外，刚才的只能算是意外中的意外。哼，要不是你先动手动脚的，我也不会不小心把项链掉到楼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行不行，我真的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，也想跟你开个玩笑，但是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。